到了郭在元居士，他说在印尼的回教了，尤其是教长啊，习近平的教长啊，一直跟他说，很多人呐、啊、都会说啊，您对主席啊，你像你讲尊敬，而且呢那么的接受慈济，被慈济的宗教会改变掉。他说我不是被佛教改变，他就说上人就是我们的导师，所以呢他尊重的是他的导师，不是宗教。这都是呢在阴天灾地印尼也回告斗了，他们呢就是用那一份的感恩心。我昨天我就跟他说，其实我不值得他们怎么样的尊敬，该尊敬的都是你们，因为呢你们呐、啊，不管慈济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心就是佛心，以佛心为己心，人人都是一致，大家人您做做都说嘿，师父叫我做的，那其实呢都是您自己真主自动自发去做的，只是你们做了以后归功给我啊，我没有做什么，总是呢是大家所付出的。人生啊无常偏多啊，很多人呢有的人很投入在做慈济，但是这当中发生了问题，他可以善解更精进，有的呢是还不认识慈济，就是一次的无常给了慈济人呢这样的抚慰，抚慰了以后他的感恩呐、啊，打开了心门，走入了慈济。但是故事呢都是类似的，差不多哈、哦。所以看到他们不管是碰到了苦难才接触慈济，或者是呢接触慈济已经呢很长的时间，但是呢也是发生了一些呢就是悲苦的事，他也可以呢很圆融的哈、哦、善解的接受，每一天呢始终如一啦，大家人的生活拢总是赶快哈，无离开悲欢离合，无离开哈、哦、迄种啊。真发心嘛，但是呢，碰到了什么代志哈？那他可以呢？好在哦，加在我已经呢，在慈济里历练这么久啦，现在碰到了这样的事情，我能接受，我能用宽心呢来看待。那有的人呢、啊，就是在都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了，受不了。但是呢因为有了慈济等等呢、啊、都是世间事啊都是如一的哈、哦、那不过呢人间呢、啊、真正的都需要有慈济这样的团体，因为呢这样的团体呢那叫做菩萨，叫做佛火哈、哦、那心佛众生啊三无差别，我们都相信啊，相信人人呢都是有原来本性佛哈、哦，每一个人本性的来的都是佛啦、啊、哦。那有的人呐、啊，总是呢建立了信心坚固呢，这就是法，所以佛的法，每一个人呢都有在修行。每一个人呢内心都是道场、哦、都是经，所以呢自信三宝呢人人具有，这呢就是在我们的慈济这样的道场里啊，我们都是有福的人，我自己也觉得我很有福啊、哦、因为我们都是有福人啊，所以呢那共聚一堂，这也都是善业共聚，所以呢，咱会当遐尼真多的这个善业共聚哈，这都是我们的福啊。但是呢，还有许许多多人呐、啊，苦不堪呐、啊。啊，佛陀呢，都是不断的
要机会来让人人呢造福。如来来去自在。